这位先生是不是想叫计程车啊？我带你一程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在香港能碰到像你这么有同情心的人还真不容易。在这里是很难叫到车的，帮忙伤残人士也是应该的。谢谢。去哪儿啊？港澳码头。去接人呢？我身上有点钱，我想去那边玩两把。啊，是用听的喽。啊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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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车是不是还在继续走啊？是啊。哦，好好，我随便问问的。啊，这么开。好，好，那你赶快开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！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撞到人了。哎，怎么样，老太太？老太太，你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你的车撞到我的脚，一地都是血，你快赔我钱呐！哎，老太太，我钱不够啊，你等一下啊。先生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赔给人家呀？你到底撞到谁了？我撞到个老太太。哦，我去看看。啊！阿婆。哎呦，阿婆你在哪里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好痛啊！阿婆，你要赔钱了。哎呦。啊，赔钱！那你不会死啊？啊，你不赔钱，我叫警察抓你！没什么钱呢、啊，警察还没来，等警察来了再说吧。警察，警察来了！在哪里啊？警察，我是警察。老太太，你怎么手脚断了，流了一地的血？瞎子，你开车撞人，快赔钱！不赔行不行？不赔我就抓你，你不怕呀？抓我怕什么？又不会死，你不会马上枪毙我对不对？你以为你是解放军呐、啊？你找解放军来我就怕了。那我就是解放军。不可能。他奶奶的。瞎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哎，这个瞎子的车撞了人，不赔钱。赔钱？他奶奶的不赔钱，我就毙了你。你贡献我跳舞了。解放军说叫你赔钱，不赔钱就枪毙你。他奶奶的，赔钱，不然就枪毙你。怕什么？打我一枪，我马上就死了，有什么关系？除非你找条狗来慢慢的咬死我，那我还会怕呢。有条狗？没那么巧的事儿吧？小木狗，你在叫什么？我说叫你赶快赔钱，不然我就咬死你。不好吧？要是被你咬死，那不是太凄惨了？啊？哦，原来你是装瞎子骗我。不错，我只会装瞎子，其他的什么狗啊、蛇啊、鼠啊、蚁的，我就全都不会了。哎，先生，既然我们都是骗，那我们算是同行的喽。我是骗子，你是装狗的，我们俩最好划清界限啊。哎，先生，我欠人家很多钱，如果我不还他们，他们就会叫人来抓我。先弄点眼泪出来看看。等一等嘛。你要等多久啊？再等一下。像你这种货色去考演员训练班都不会有人收你，你这种三八也敢出来混啊？要不要我教你几招啊？真受不了你。好啊好啊。那就在这条马路上，你先找部车子，然后冲出去假装被车撞倒了，那你就有机会幸免了。有车学着点啊！哦，哎，我的脚被撞断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小子，我的车也被撞坏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这容易办。这1000块钱是我赔你的修车费，这1000块钱是我仰慕你请你吃东西的。那你的脚怎么办呢？爱说笑，是我自己过马路不小心，应该被你压死，你只撞了我一条腿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呢。扶我到一边去。哦，辛苦了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奇怪，刚刚那一招好像是看到了啊，又多教了你一招。只要高兴就把车开到马路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迷糊蛋横冲直撞准备过马路，你就开车撞过去，然后再跟他要钱。刚才你看到我被人撞得多成功啊，你要知道我这是旷世绝招。
大哥，你用招真是出神入化，佩服佩服。佩服就缴学费啊！刚才说的5000块，亲身示范是10000，一共17000。好像就15000啊。刚才被他那2000不算的，你不要装傻了。我没有钱。没钱？我真的没钱嘛？我管你有没有，把钱拿出来，快点。钱了，我。你不用搜了啦，真的没有钱吗？你家住哪里？回去拿钱。我没有家，没有人管我，我男朋友把我甩了，只有我孤苦伶仃，什么都要靠自己。我还有这个手表，是我妈临死以前留给我的。我给你30头7块，等我弄到钱，我一定会把它赎回来的。你自己留着吧，算我倒